哎，你话说，那月神爷小麦那边没有收割、啊？哎，你们要去哪一个村庄？有两个嘞，问题是。救我！救我！我们的马嘞！哦，你们的马要救的、啊。这到底讲用啊？你见了这个啊，月神。啊，鸡蛋塔。啊，一直要开关，开关啊。没有啊，你就它有一点连闪效果。连闪效果这么强大？对，讲讲哎。为什么一点闪了？突然间，可是因为我这个连闪看我多了不是最好哦，所以它会这样子。会停哎、欸，啊？它闪下就停掉哎、欸。啊，这个不是最好的，我还要再改。真强啊，像那个 magic 一样啊。哎，如果你们拿什么鬼？什么是发射器哦？发射什么来的？可以给我拿个鸡蛋的，拿个鸡蛋的。什么？不能啊！一直丢鸡蛋啊！像上面有鸡咩？没有鸡啊！有嘞！什么？这样我要把鸡蛋放去那个发射器那边啊！不用你来试试看一下，放六个。要拉过来这里先。要拉过来啊！不用了，你直接这里放就可以了嘞。不是要放咩？讲讲。哦，可以哦！我手这样长哦，原来跟 Luffy 一样哦。放了。啊？放了。有放啊放啊。哎呦哎呦哎呦！嘿呦，大家好，我是剑桥的 Moss Studio。大家好，我是月神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峰。然后欢迎回到我们的三人生存系列。然后我们今天是要做什么？今天开始之前，我要先做我每次做的事情。嗯。哎，你每次做原来是打我啊！靠。对，然后我们说就是单好了，我们上一集还前一集啊，有拿那个什么吗？探险地图啊，前往那吉家的地图。喂，不要拿斧头哎，说好要拿手哎。是咯，我跟你讲过拿手啊。所以我们现在去了哎、啊，快点啦！废话不多说。三个地图是我们分担岛。嗯，你知道去了有什么奖品吗？有奖励吗？没有。拿吉家嘞，你知道吗？上去哟。所以就开始出发吗？要往哪里走？我都不懂哎。是。我应该是要走丛林，对不对？我不要被打死了！啊！都开你们这些土地怕！你的马被杀？差点就要被炸死！我的马差点就要被炸死了！好老诶！哎，我没有带到线呢，我要想过河哦。哎，我看到什么东西，你懂吗？嗯？我看到那个运河，那条河。是哦。讲真的，我没有记错哈，像那些找到它正确位置才可以进去。正确位置是哪里？那我要推，我马上按了。现在我已经铺一个路了，现在走。我在丛林哎，很卡的哎。我然后在平原。没有嘞，我这是一片海耶，我要讲什么？哎，坐船啊，带艘船在船上啊。像我的马嘞，又做什么鬼？马你把它送回家现在。然后，这样不是很浪费时间？哎呀，算了啦。我把我的马放在这边了啊，再见了，拜。希望我们有缘再会。身上装备全部脱下来。身上装备啊，真的吗？然后以后可以再用，可以找另外一个马的时候可以用。我拿那个绳子绑着啦，可是。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。我有放这哦。真的吗？再见了吗？我们有缘再会。把它留在那边了。真的，我绑着应该。天气吗？啊？我跟你讲，你在海上都找不到了。啊，你不懂，搞不好在海的对面。哎，你去哦，试试看哦，有可能哦。哎，我做一个标记啊，我们这边，你有带那个你的书吗？有。这样我就写啊，我的马 X 这个。没有啊，不管你的马喂，你要帮我写一下。这个重要，我给你记了。什么鬼哦，这个重要啦，我的马嘞，你知道吗？有感情了哎。马没有的话，找够一只新的啦。那谢谢啊，标记啊，我走啊。也不急。塞纳啦。不记了啊，你记谁的、啊？哎、欸，你不记我马就在这边了哎、欸，已经荒废十年了。你现在变一个大马出来、欸。我找那个峡谷。我去新世界啊！我现在在航海啊。它是陆天跟冬天。可以做客哦你，我得往哪里？管你的，我需要沙漠。片海巨前方，4342现在，哇，你在4000啊？我在2000呢，我的 X。
去跑。你现在在往 Y 走是吧？哎，你往 Z 走是吧？啊，往 Z。哦，你现在我突然间找到那个海底的那个堡垒，直接剪掉。钻石骨头，哇，什么都拿完。嗯，跟好。哇，钻石我已经去了哎。挖啦。都没时间挖，你们一直要去探险。对啊。我要挖都没有时间呢。你不去挖了，我一个人去探险。不可以啦，我们要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嘛，这样子你懂吗？无聊的东西。哇，可雷瓦，那你？那你找到了？找到没？没有，我找到那个海底的那个什么。惊讶，真的，要不要？哇，题目改了，改了，来，我去找你，给我那什么海底一只，啊，接 T B A 了，蛮远的是，没事，你马就放住了啊，标不起来了，有啊，要不要海底一只呢 ？X 多少？很远呢，真的，你要过来吗？还是这 X 四在哪？我在海岸呢，我不是在那边呢，所以不好意思看得到啊。来，过来。1190，然后这是2701。Y 还要咩 ？Y 64啊。64啊，随便啦，给他一个61。现在做什么嘞？这边真的是很险的，我不敢一个人去探险嘞，一定死了。如果一个人去的话。叫他哦。我没有那个氧气筒的，我怎么下去哦？那水底，等一下下水攻击啊。是啊，要讲探险哦，到底。在海底耶，我到了。哇，不要，喂，哎，为什么吸我？他那个一条线什么呀？喂，再讲，跟你不要去钱哦。我到，看我只是。他一条线很痛啊！再见，我靠，两次，哦，看，他吸什么？我看他在吸那个东西啊，吸地上了。妈妈关了。哦，什么来了？喂，问我一个汤匙在右上角啊，喂。他刚突然从我前面咚一下，我老吓到我，挖掘减速哦，还有反噬功能，你懂吗？他给我挖掘减速，为什么？奇怪。One eternity later。哎，谁打我？谁打我？等，挖掘减速，我回来，我死。啊？哎，我挡着的话，他会弄的嘛？不会，取消掉他。你不怕咩？哇，你还没有走，好笑哦！挡着，用那个什么？攻击不到啊！是，我知道。不要嘞！我才刚拿牛奶，哎，你们氧气了没？喝一口先哦，是哦。最大只，要怎么办？最大只。你可以给他拿牛奶。最大只可以给他拿牛奶。不懂哎，还是要。是没？我操，你溺死啊？为什么？你是挖什么？你挖什么？那你变挖什么了？啊，最大只，我看到，我要打他，哎。打不过了，你打了。要挖进去了是吗？差不多，我已经挖一个洞了，你下来看。我挖四个哎，挖很多。这样讲还要放门呢？不懂。不要再放门了，工作台没有工作台啊，为什么这边没有啊？哥，哎呀，又有了。对呀，旁边无限的。无限的啊，我觉得一直游啊，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任务。干你啊！在哪里？呜，好危险哦。有没有点啊？他在下面呢，这样大只的会不会死掉？很暗呢，很暗呢，不要倒！啊呜！很痛，很痛！然后又来，我反流一下哦，很暗呢，这边真的，把这整个拆掉算了哦，拆到完就整个下面这边。啊，网线烂了。啊，要补怎么办？我困在里面，我要等多久？4分钟吗？这被吓死了。3分钟很久哎。就是他网线慢吗？妈的，隔着墙壁都会打死我，你懂吗？好啦。是你自己慢嘞，我们全部满的嘞，你自己一格罢了。我垃圾啦。垃圾都是这样的啦，你懂啊？喂，什么事情？喂，你干嘛后面？原来。这个没有什么灯了，这个这样烂了，它这个做多点门了，没有门了，还有大个的，我老
打死他的，打不死的，他是打不到是吗？啊，真奇怪啊！我以为要很靠近他的，要很靠近他的。不去。哎，一起打牌啊！呼呼，超干的。我那为什么？啊？不用刀。用刀？用刀会反弹的、啊。用刀比较好没？卡王会吧。哎，我打他哎。你让我退出。哦，你被杀死了！你被杀死了！你被杀死了！妈的，把这卡了一样哦。卡啦！完了，卡了这样。啊，我拿掉我东西一下。你快快，我箱子也是有点满，还没有 clear 掉，还没有 clear 掉。应该是不会这么。要打这个吗？这个这样难打，打不死，装备又这样多，网线这样卡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相信垃圾。我要变挖剑龙。问题是你回来没有？你按 back end。我要打死好了，按键啪啪啪，能打我了，打不死了没？不要打他，我要电龙螳螂了。你别抢啊！别加酷啊！别抢要酷啊！我杨多利，妈的，死烂网键，死烂垃圾。哎，我东西你玩一下。你东西？来来来，有一些，好像你的裤子是吧？裤子跟衣服，还有什么？你还有什么东西？我不知道哎。我来吧，我半个血，半个血要死了，操！把打死啊！现在离开了。是。哇，有一个小字嘞，小字在这边。找个荣誉啊。难哦。要打几下哦。大字有很多啊。他们可以穿墙了是吗？可以，等一下就可以，没有错的话。我老好像烂了。人呢？没有看到啊。将远的，哎，不能打啊，我会痛。对啊，那先对住你啊，白痴。好，影片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影片的话，就点个 like 并且分享。如果你支持更多影片的话，就马上订阅旁边的小铃铛或视频上三万画 K 哦。那么下集见 ，See you guys, peace out。